主席，各位同仁，有请毛部长、观光局局长。部长跟局长有请。各位好。你好，先给你肯定一下哦。这新观光局的预算，你阁会亲身来哦？较早人拢叫处长，一点哦是啊，对你印象煞愈来愈好。我足少对部长印象也好个呢。多谢啦，多谢。真诶好，着爱讲好啊！你大家煞上爱笑咧。来，我先问咱观光局局长哦，你即个业务报告啊看哦，大陆地区来台观光人士成长260%啦，啊，港澳地区哦成长19%哦，我是感觉讲有一个数目是足严重诶哦，韩国40%，日本10%。甲委员报告韩国的经营吼，我去年韩国成长20%，伊就是金融海啸了，韩币大幅贬值，所以伊所有出国人数拢减少，伊韩币大幅贬值，以前一个人的费用，出国的费用等于讲爱变两倍啦，所以然后他韩国政府也呼吁大家在这个时候供体时间不要出国啦。本来是讲，这可能是部分的原因尔，我是感觉讲日本和韩国哦，含台湾的情感哦，较早韩战的时候，台湾是徛伫南韩这边，那种有革命的感情。对对，我们以前都讲兄弟之邦啊。哎呀，日本和台湾这个关系，我想大家拢知啊。这两个国家对台湾照讲有迄个感情，这个大陆成长到安尼，这个衰退到安尼。恁即马都改过改过。我委员报告，阮的减少的幅度，不，我减少的幅度哈，跟委员报告，我会后还可以把资料拿给委员看。我的减少幅度比其他国家都要和缓，而且我今年日本市场，我从九月份开始有正成长。那我九月份有去日本做推广，他们的业者也跟我讲说，九月份之后应该会好转。嘿，那局长，我感觉中国的观光客这是政治观光啊。我就讲，市这道，这个物件，台湾是言论自由，国家民主政治遐成熟，为了放一个电影《中国观光客》，这个观光客咧听中国指挥尔嘛，中国叫来台湾观光就来观光，叫麦克风观光。那行李那了做干咧？我委员报告，阮旅行团的部分吼，并无影响，伊影响的是迄个考察团。真正考察团的比例倒要管够，要对考察。考察团，经贸考察团，公共团嘛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哦，这个政治公共哦，我感觉这种扯上政治，我感觉这要不得，你知道？当然，我们也不希望他这样子啦。来，我请教毛部长前，你这灾祸哦，以前那这10天的灾祸哦，重建的总指挥官足大。救灾了，不是灾祸，救灾。救灾啊！这灾祸，以前那等于灾祸被重建赶快了。台马部长，不讲了，两个阶段了。茂林国家风景区来，你这一年我个看拢2-3亿啦，13个风景区哦，上济未超过3-4亿啦吼，较少的拢较少2亿外。台马部长，这种的国家风景区范围拢足大，我想要请教恁茂林国家风景区哦，这个风景区哦，你这届88水灾时是严重噶哦。我有去过来抓嘛？对啊，我也去过很多次啊。咱灾后重建到底你茂林国家风景区是偌济钱啊？咱卖讲今年的预算是啊，这假讲的啦。因为这个哦，国道三号每一礼拜哦，下拜五我在咧甲注意哦。嘿，当讲高雄管区足重要的一个休闲旅游的位啦。你灾后重建，请简单报告一下毛部长。现在他是因为整个风景区管理处整个都被冲毁了，所以他要重建了，整个风景区管理处要重建了。没了，对，要重建对啊！我从灾后重建，你伊个足侪风景点违规的道路根本哦，拢总瘫痪了嘛。没有，那个道路部分我们公路局来编的。对啊，对，大约你会当重建到什么程度啊？你先我简单报告一下吧。是不是？委员报告，每年4亿1000万。连迄个灾后特别预算，嘿，加起来都要4亿1000万。靠着公路局的迄落，嘿，无干的公路，公路的桥梁迄落一挂，你观光局拢总偌济啊？4亿1000万。4亿1000万，毛部长嘛伤少。话规条山走山咧，我是感觉讲，就是干那做路安桥梁尔。报委员，我想这个是要有些预算还是要分开来讲了哈。
属于风景区范围之内的公路部分，这个预算变在公路局。公路局往公路局啊。然后跟他们风景点有关的，像茂林的话是管理处处本部都摧毁了，所以那个的重建等等，那个是观光局。那有些山林的保育啦、等等，那个又是其他的部门呐、啊，不是通通编在我们观光局的这个风景管理处预算呐、啊。毛部长，我是干嘛讲哦？因为十三个哦，其中这届哦，这大水哦，损害上大是这个。两个啦，一个是茂林，一个阿里山啦。阿里山较不严重遐个啦，阿里山我哪有去啊啦？我哪严重啦，较不严重遮。茂林我去三组看一个，惊啦。我是感觉讲哦，其实你交通部会当找到钱哦。你这个所在我甲看哦，今麦拜六礼拜，一个嘉仙，一个美浓，用要变死蛇，买整个生态环境规个上要起价。所以我是感觉讲、那个要一段时间啦，没有错啦。当然要一段时间，但是你四月我根本都无搞嘛。来，我阁有一项请教咱观光局局长哦。你迄种因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哦。你一当两三亿，范围对台南靠湖林关的靠湖啦。当然你是景点嘛，景点嘛。来，洪处长，我想这个所在哦，我正在讲你咧争取中国的观光客啦，马部长，你要争取中国观光客，有一项物件，中国的山你会赢的呢？黄山、武夷山、张家界，你保证无赢的啦，和咱讲熟悉的啦。是好奇嘛？你要用心经营，不是两是好奇哦。你来阿里山来是外滩嘛，不是安尼啊？你赢的所在，你的特色里对。而且原来，你讲你滨海国家风景区，你敢会当交大连、南青岛、青岛迄带遐的，你有去看无？那是讲你捌去青岛无？唔捌。即卖人沿海的公共点，你根本滨海国家风景区你无赢伊啦，不是讲家己咧家己做变身者。马部长，咱赢的所在里对。咱的生态旅游，不是跟咱讲黑面皮路啦，迄、那个故乡，我的故乡啦，我四江前到搁离遐尔。你喺北门有无？正开啊，台盐迄个所在有无？马部长，你有闲其实当去看一下。嘿，那要黄昏哦，一届飞入来三四万只鸟啊呢。我全世界走七十个国家，我毋捌看过迄个生态点，你知道？结果呢，恁滨海国家风景区有啦。恁做几下步道啦，做几条啊椅啊啦，吼，啊去甲迄个庙的迄个洗手间整修理啦，我哪有咧做啦？那几站我拢去看，我去三抓咧甲恁巡啦。我讲这种哦，世界级的特殊的景点哦，唔是黑面皮路呢？黑富宴咯，迄、那个几万只我知。嘿，我遮一两万只，我都现伫遐看，你知道？有，迄、那个很壮观。迄种位竟然遐嘛有足济。迄苏木鱼的故乡呢？迄人伫遐研究沙白鱼干，结果老百姓啊乱枪打鸟啦，都乌白甲白白的，啊拄啊拄到中后期的人去，啊都懵逼。其实即个吼、哦、生态交迄商业上吼、哦，你会当结合哦。迄、嗯、落点中国来看，因无嘛，因无迄种嘛。啊所以吼、哦，有一寡点吼、哦，恁家己赢的所在，恁袂讲啊。所以，委员，阮即马有咧推迄个主题旅游、布袋、布袋，嘿，迄迪拜啊咧赏鸟，我安那去一届啦。迄种店我马上去看到呢。马部长，其实马部长你会当去看哦。台湾虽然面积无大啦，咱无足济像泰鲁阁迄个景点足少个啦，世界嘛足少个，台湾嘛足少。啊，但是你像即个生态旅游，野人足济，我讲你开发你玩嘛。你一个滨海国家风景区，你敢那做一段步道哦？但遐旁花草啊一大堆，做一挂椅啊，啊做一挂什么小码头，做做无咧用的啦，浪费公帑的一大堆。啊，这种会当去开发，会当去广告。我看恁整个哦，那就讲你是有心啦。但是我看恁一挂哦，咧拍广告哦，应该恁赢的所在的广告恁做袂出来嘛。来，洪处长来，即马尹家人洪处长，我来，你找有一个。恁个乡村啊，沿海啊，乡村啊，你知嘛？是。恁个滨海风景区内底哦，迄个生态旅游拜六礼拜准哦，平均拢偌济人入去？准无咧卖门票啊吧？无，即马无卖门票。卖门票都无人买入去，还阁卖门票。
我捌去遐里遐调，你里遐两点钟啦。奈市场看恁里遐投资偌济钱啊，无人买。所以我感觉恁即个上海虾哦，人讲钱爱囥里得罪一下，冤大头一个啦。是不是跟委员报告一下，乡村那部分哈？今嘛，迄个观光局成立以后，在那边还没有投入经费，那个都是县政府投入，那目前还是县政府在经营管理，就那一个据点本身。迄、那个所在爱报告，恁本来国家风景区规划，甲会当讲，无啦，还没有。那局长，迄当初做的是要个管经费，我也知啦，做啦。啊，但是我唔知阵还佫无移拨过来给恁呐。你这无移拨给恁，你无。你叫公安的不连贯性嘛？这个我加过来跟管建物再来协商啦。马部长，像这哦，这统合安尼，我感觉实在是笑话。报委员，我想非常谢谢委员的提醒了、我想您刚刚讲的那个黑面皮鹭啊等等那些哈、我想我们来再现在开始，我们把它当那个重点来建设来推。对，我感觉当做重点。我想非常非常谢谢您的提醒了。所以马部长，卖光他们爱报告建设拢写做好听。东亚观光交流转运中心哦，这个名哦，台湾刚才做有希望的。在那恁吴院长，台湾当然有希望了，这一部分有希望了，有了。恁吴敦义在这个公司市长哦，好提出亚太营运中心，迄间我甲接顺呀。如今安在？高雄有衰退危机，你他妈讲话拢讲啊做好听哦。国际观光重要旅游目的地，我哪看到这个哦？台湾现在机会很好啦，我们只要就是说继续努力，这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，可以达成。我阁感觉恁有一点哦，那是讲，你这有二十几亿，而且哦，二十几亿，你刚拄仔咧跟委员咧做报告的时候，我是感觉讲哦，台北县市咱公所系列因的财源哦，拢比阮较好啦。啊，恁即卖啦，讲啊，你观光局预算还阁含面淡些。因难配合，等哪要配合，哪唔配合。第一点，恁台下当投资两三亿尔嘛，迄什么焦点计划，什么话啊？我管你拢讲啊，做好听啊。魅力据点计划。哦，妙丽。魅力据点。妙丽啥？魅力。啊啥？魅力这个据点的计划，我们。魅力据点计划，我是感觉讲哦，你台北管区哦，你利用台北县市，我讲无应该啦。这两个管区的财源拢加足好啦。你这个台湾的这个休闲旅游哦，咱讲属实的啦。其实要往外口咧走，你加强主业谈也好，加强垦丁也好，加强你高雄市也是我咧讲，本来国家风景区嘛。你这个还佫加强咱台北县市，台北县市我因咧市长对三亿无啥呢？迄人我的故乡家己关三亿足济啊，逐对甲你配合搭底，侯龙斌无啥物甲你配合啦。高院报告，我年底进前还佫有五案呐。嘿，我们会。他金融发展，哪个集中干咩？好，谢谢郭委员。接下来请林建龙委员。